这一套呢，就是唐装，就是比较中国风一点。然后呢，现在要等我们的主要嘉宾出现，我的爱人。 哇！哇，这个旗袍真的是很合身，很好看。我们现在要 DIY 把这个背景板拉起来，把这个脚架上去。 OK， 因为你很少拍照嘛，对，所以今天我带你不用怕，我今天就导演，就拜托你，对，灯全部给它关。第一个我们要拍的是这种影子的感觉，哇，好浪漫哦。你进来一点，啊，有没有？就好像你跟我在一起。 有没有看到我的轮廓？就脸的轮廓，鼻子啊什么的，有没有，表哥？有。这样子吗？可以。哇，好好看哦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我跟他，我的手进来了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的手不能碰我的身体。哎，这不错。 好像没有拿到那个花。嗯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来，我们再试一下。哇，这个真不容易耶，全部东西都要配合好。你再站进来一点，你再进来一点，再进来一点，我再出去一点 ，OK？ 对了吗？对了，对了，这样子。好。 OK。 对了，对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好看耶。哦，不错哦。这个搞定了。耶。Yes， 然后呢，下一个呢，我们再拍一个不一样的感觉。嗯。复古的感觉。走，我们先去换衣服。